平常我拍摄，那我平常拍摄平面摄影的话，就是平常拍摄平面摄影的话，通常都在台北就把它执行完，顶多到新北或者桃园。那这次我跑到了花莲，而且是当天来回就很酷，就是搭火车直接到了花莲，然后再拍完马上再回来台北，就还蛮特别的啊，很酷的经验。那当然之后如果有需要拍摄，当然可以找我，我不止就是拍影片而已。拍摄照片也是有的啦，拍摄照片也是，拍摄影片可以找我，拍摄照片的话也是可以找我。